如果你有这十一个表现，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。看看你有几个。时间过得好快，一眨眼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还有人感叹我还是个孩子呢。年纪小的想长大，年纪大的羡慕那些小鲜肉。最近经常听到周围有些人抱怨，我都三四十岁了，还没有正儿八经的谈场恋爱，还是单身一枚，已经没有精力去应付那些表面一套、背后一套的人了，还是一个人好。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要知道，一个人再怎么伟大，都要有一个人陪你过一辈子的，不然白来人世间逛了一圈。如果你有这样老态的态度，那你就是在变老的路上了。如果你有以下十一个表现，说明你已经不年轻了。看看你占了几个：一、头发一掉一大把，身上地上都是，转一圈周围都是，看着心里就烦躁，开始关注自己的脱发。二、不想再熬夜了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以前能熬通宵聊天吃饭嗨歌，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了，有时候只是想一想就算了。三、把养生放在第一位，再喜欢吃路边摊也会忍住，吃完饭还想着去健身，泡热水澡习惯性的锻炼。四、开始合理规划自己的理财，不再乱消费，一逛街就买一些实际的日用品，不再胡乱买东西了。五、朋友圈几乎是屏蔽了，以前每天都是自拍炫耀，现在都懒得去翻，朋友圈设置了管理权限，变得很低调。六、开始注重保暖了，以前露大腿、露腰、露肚脐，现在特别不惊动，不用别人说，自己就自觉地穿上秋裤，也会每天用热水烫脚，身体舒服了才是好的，不再为了青春美了。七、现在几乎就是素食主义者，只要是青菜都会吃得津津乐道，为了健康，一些饮料都戒了，还是喝白开水舒服。八、年龄越大越喜欢宅在家里，乖乖做个宅男宅女，一个人不想出去吃饭玩旅游，别人都很难把你约出去，别人的一个眼神都感觉是对你的暧昧。九、以前走在路上别人以为你是学生，会喊你小同学，现在你脸上抹再多的化妆品，别人都会喊你阿姨大叔，瞬间感觉自己老了十岁。十、以前只想找个高富帅互相暧昧，因为喜欢一个人别人就会喜欢你，以为爱情就是简单的喜欢，只要互相喜欢就可以在一起，就可以一辈子。现在才发现，即使不喜欢的人也有可能凑合过日子，即使再相爱的两个人都有可能分道扬镳，即使两个人结婚了都会有各种理由离婚。十一、以前手里握着几百块钱都感觉自己是首富，可以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，就会很开心，现在才发现有钱了有些东西依然买不到，比如爱情、幸福、健康、婚姻，即使钱再多都不是万能的。这是一个表现，看看你占了几条。